看到他们小一辈的这么样子，我也要拼命的跟他们学啊！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啦？反正大家都一条心，谁能把这个疫情搞好？我们一直在坚持，就是老百姓有什么需求，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时间就是保障供应，让他们在封控期间，就是也是感觉到一个安心踏实的一个生活。